在上面他们方便扔掉。我这个还做了一个红色的花卷，奶粉吗？牛粉。吃到几点？它这个一条好吗？好。真是吃饱吃辣的。这吃饱了吧？这两天太冷了。今天下雨。晚上干了吗？待会儿你下班了，把这菜往外送一送吧。我下班的时候干啥去？嗯。下雨啊。嗯。真香。吃这个。这一块吃没了，吃顿饭。好，很香。好，这把接过来，拜拜。